个情况瞬间吗？还记得气喘呼呼的回到教室后，还要将包子塞进嘴里的满足吗？还记得夏天时，大家一起挤在狭小闷热的教室中，吹着电风扇的热风，再搭配老师的谆谆教诲，仿佛一首首催眠歌曲，大家瞬间安详入眠的画面吗？还记得一年级时共同奋斗的躲避球赛，和二年级最热血沸腾的班级排球赛吗？我们放学留下来练习，讨论战术，